OK， 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下汉服这边新出的一个模式啊，捐 Z 模式啊，应该也不能算是新模式，反正它就是僵尸英雄的平衡版。众所皆知啊，僵尸英雄就是因为神器太多，然后对，所以烂掉的。那这个模式呢，就是平衡了，怎么讲，把僵尸大幅增强，让这些神器定不住。嗯，好，反正我们就是玩玩看就知道了。这个我还没玩过啊，先试玩看看。这些枪都是他免费送的啊，还有那个部队拿的，随便加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哟，新僵尸哎！哦，零滴是怎样？活零滴啊？怎么样？怎么说？炸他！哎呦，没喷上去。哦，怎样？紫色僵尸多屌啊！哎呦，你看，还不是一样被我炸飞？啊，训咖！啊，训咖！炸一下一千。啊，插你一根，啊，还不是照飞，啊插，哎、欸，还是有这种普通僵尸吗？哇，舒服，照扁啊，没什么难度，只是打他没伤害而已。哎、欸，还不是一样啊，懂，懂，哎、欸，怎么说？神龙摆尾，开六。开六，我操，他那么硬！哎、欸，沙小，他直接冲过来，直接飞啊？怎么说？哎呦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别啊？好像只有那个蓝色的跟某些特定僵尸要防一下，僵尸魅魔。然后他说怒气值有改哦，怒气值好像会自动升级，是不是？走一走，它会自动升。然后右边多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啊，我们待会应该玩一玩就知道了。这一部影片应该会比较长，就是试玩，嗯，大家就一起看。好像刚重生会有一小段的这个。抗僵尸是不是？这是我最强的套组了。哎呦，我是母体哦。我记得它这个有分，一个是进化的愤怒的那个，然后另一个是一般的，那还有一个是可能母体吧。哎呦，抓！这怎样？为什么抓不死？我靠！我手他妈都是蓝的啊！抓抓抓！啊抓抓抓！啊抓！啊抓！啊抓！哎呦，怎么说？啊抓！哎呦，我好像抓，我好像烫死一个人呢、欸。哦，我这个是有毒是不是？哎抓，哎抓，你他妈不要再弹了，弹什么弹？火力系，火力系，为什么抓一下不会死？看不懂。哦，火力系，哇，他连续爆哎、欸。啊，53秒，游戏结束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也要玩保罗。我记得保罗可以一直爆，他刚抓下去好像会扣血，一直烫一直烫这样。哎、欸，傻小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被抓到了，我脸上都是血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要死了。唔掉呢，哦，他会烫到死啦，哦。什么鬼啊！哎呀，不能动！哎、欸，如果是魅魔，应该就可以摸到他屁股了。这胖子没屁用。哎、欸，他没了。哇，僵尸太猛了吧！他是打算飞去哪里？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要直接拿泰坦出来送了。嗯，就是出了这个模式之后呢，哎、欸，很多枪都不管用了。
啊，他就要送这些枪，然后来吸引玩家。因为他不送这些枪，那些平民玩家就玩不起来。啊，了了。你看这只有什么屁用？还不是被我击飞。动，击飞，炸炸炸炸！哇，完了！等一下，我要解毒啊，烙格尔，给我解毒！哦，解毒了。哦，他那个可以解毒啊。啊？不是啊，我插在哪里啊？我那个钉子。啊，白喽，老哥，你要被烫死喽！Ban， 龙岩柱，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变跟他们一样？就是那个橘橘的怒气值吗？哦，我进化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哇！哎呦，这推一下加四格哦，还蛮多的。现在就是冲那个怒气啊，冲到满会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。可能变得跟他们一样橘橘的吧，蓝色应该是那个，蓝紫色应该是母体啊，母体就是刚重生的那个，那个比较狗，打下去伤害超低，根本干不死，你就算原地罚站应该都不会死。哦，进化进化，啊凶哦，来来来，哎呦。怎么还是一样被控在原地啊？很硬是没错啦，但是我还是被控在原地耶。不要了哦！我要顶一个啊，顶一波啊，老哥！等一下要变回原形啦，还没顶到。天罚雷 ！Oh no！ 我的天，没了，变回原形了。好想被选到那个、喔、当僵尸，我靠，杀烂欸，照杀欸，哦，难不成这是人类第一场胜利吗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第一局，你看人家那个四件套。都撑不住了，我拿这些破铜烂铁是怎么样？啊 ，Ben 哦，上面是那么多只哦，炸给他们死啊！哎呦，完了，要去吃补包了，走开走开，吃补包就没事了。这个也吃吗？不行，它就是让你解毒用的，然后就没有干用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哈哈，呵呵，插下去。哎，对。怎么说？哎呦，怎么说？快逃！呼呼，无敌！哼哼，然后躲上面就好了。高点，对不对？
怎么说？躲在高点，我操！我是小丑，来喽！哎呦，等一下就那个进化了。哎，还没有，我现在是进化成母体，进化体。哎呦，这个仓库还是很烦的，想要赶快死多次一点，进化。起飞，塞一根，有了吧？还没进化、啊，我觉得这应该就只有开局比较好抓人而已，后面只要不要有什么阴间复活点了、啊，感觉四件套还是很猛的。你看，我照样被秒哎、欸！哎呦，结果结果，我现在那个橘色的，快点，哎、欸，快点快点！哇、哦，来不及啊！他们照样杀烂哦！哎呦，我是那个哦，呵呵，来咯，来，我们玩一个那个肿瘤哥，然后撞烂。呼！撞烂撞烂，是不是可以爆吗？哦，有有有，爆了爆了，爆了爆了！哎呦啊！星环可以挡住哦，哦好烂哦！撞一个撞一个，来，金吉嘞！啊，这个有了这个有了，它上面好像会有那个标记。我们就到处撞一下，啊，没了！哎呀，这个加成没了。他就是爽那个开局几秒啊，爽了就没了。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烫死人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拿。啊，真的就只有这些，哎，穷逼呀！哈哈，星环开启，照样在原地罚站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怎么说？一样在原地罚站哦。怎么说？哎、欸，怎么没有自秒？看你六。哎、欸、，Oh no！ 捡，不是，我才刚他妈捡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快走！没事，安全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什么懒趴、啊？等一下，快逃！哦，到底是在玩什么鬼？又没有枪。哎、欸，跟着大哥们走，大哥大哥。哎、欸，唔对呢。来啊，来就炸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啊，再来啊！你多屌啊！哦，炸到前面那一只了、啊，我操 ！F 一无满血，好样子啊！等一下就去选魅魔啊，太狗了。塞一根柱子，
简单说就是，我大概懂了啦。反正他就是那个你要一直死，然后才可以去凑这个怒气吧，比较快凑那个怒气。不然就是，反正他就会自己加，加到满他就会有这个橘色的。橘色的话就是比较硬，然后比较不会被定，哦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开局的话是蓝色的嘛，蓝色就是哇靠，他妈超屌。然后以及你这个复活的时候，你复活的时候也是有一阵子是蓝色的。哦，随便给你抓哦，没差哦，爱怎么抓就怎么抓哦。反正他好像抓不死我，哎，不是，干不行嘞，好像要死了，哦，不行啦，那个都被别人捡光了，那开局太多人被抓了，每个人都在抢那个包，怕自己死掉，白龙。钢琴感觉是完全没有干用欸。哎 ，Hello， 嗯，灭光了，他直接举双手投降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就从这里有没有？哦，直接这样，哎，啊跳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那个，啊，我爆屁呢。什么鬼？这网络怪怪的，要正常了吗？我已经听到僵尸胜利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喷出来了？啊？既然跳掉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大致上就这样。那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